我叫日向翔阳。孤爪炎魔剧场版《排球少年》《垃圾场的决战》上映四个月，全台票房卖破2亿4000万加基。为回应国小家长、学校老师包场需求，片商决定推出中文配音版，并加码奉上繁体中文版特点。由于暑假即将到来，许多学校老师和家长都希望动漫电影能有中文配音版，好带学生或孩子到戏院包场欣赏。已看过日文版的观众也能欣赏中文版，想必会有耳目一新的感受。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